嗨，大家好，我是波哥。前天发了一个连接干烧的一个视频，干烧打结啊，用这个干烧豆太空管。然后很多钓友说现在都不用这个打结了，用的是无结连接主线。那今天就是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干学的无结连接主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无结连接主线就是这个主线上面不打结，连接干烧，用于钓大物。就是线上没有结，那就不用考虑这个结节力的一个问题。首先，在线上穿过一个太空洞，除外无结，就是干烧上用那个两个太空洞来固定。首先穿过一个太空洞，然后把这个干丝截断。截断干丝之后呢，这就穿了一个洞，然后可以把这个洞往这边拉一点，然后再穿一个太空洞，这个受伤的部分，等一下把它拉出来。这几处地方都要把它拉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把这个线抽出来啊。就这样个东西。然后这边刚刚受伤的部分把它解掉，我们把刚刚解下来的线头，然后做一个绳结，八字结结好之后做一个绳结，然后把这个穿到这个里面去。这个主要就是为了拆卸的时候方便一点使用的啊。然后连接干烧的部分这里穿进去，这样把这个干烧放进来。收紧啊，把这个抖滑上去，抖一滑上去。两根线一起拉着，这样的话就很牢固了。这拉不动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打一个结，防止这个太空洞滑出来。这打不打都没关系。拆卸的话往下滑就可以了。这个卸结就这个作用啊。一收，它这个就宽松了，就拆下来了。这个就是无结的主线连接干烧的一个方法。